说那恶贼风乞丐被毙后，就有了20年的太平光景。上个月，咱们镇上宋三江，此人作案从来不留活口，可怜的14个黄花大闺女，就这么被那妖人给幸好天不藏奸，好知的林心队长给抓获归案。那可谓是小林，通天化日之下，偷东西。不是，他是吃枪子儿还是用刀片刮的呀？啊！三爷，哥儿几个给你道喜了。他是夫妻，可别怪我们啊。走。你看他那造型。哟，小林爷，我知道你不服气，但也是那最后我回来再吃。可你回不来了。可我麦香村，你说这孙子好家伙，这话可以说了，叫手指头。哎呀，肥肉后一眨眼功夫就不见了，可太不好了，你可得帮帮我呀。你说说他不他答应了。哎呀，我是老胳膊老腿的，还能这次法办这姐姐江湖事啊，你得跑一趟西太门监狱，到最底那管了极度危险的人物。报告局长，你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啊！我就死也不值。你还是赶紧去监狱放人吧。公馆里住的是谁呀、啊？这西天门啊，自古与探监都是密室。你信吗？大哥，你爹没告诉你啊？这20年前，离此地30里的黑洞52口人悉数被杀。同师傅师妹一起来到黑水河，那
师傅施雷，更将全村无辜一并杀尽。事发之后，此人得了个凶号“祁连营”。之前，我爹说你一定会帮我的。你，我爹只告诉我，他说你是个好人。困在这里整整20年，是人。我用伞去救这些尸人，要么先要找到人明杀那么多人，为什么还活着？嗨，铁证据不足，所以啊才一直压他呀。怪就对了，这里啊一明朝的时候啊才改成的监狱。等等，皇室怎么了？那么我也不强求。这也是你爹让你问的吧？你告诉我，别回头！该死，这就是江湖秘术。把自己关在这里，也相信宫里你是个真正的好。你把我当年的东西还给我。你没事。这江湖秘术自古便有，无人掌过墨子为祖师。墨家一位机关陆白河，祁连营的师父地牙老人。还几个人了？难吗？不急啊。从哪儿回来？我他说是被人陷害，杀他的人分抢了他师父的书。空口白。案发过去几个月之后啊，曾军，明大爷，你可心里有点数吧？不到3天就怎敢打死？你看到这里的巡捕房呢？是关押这个锁头，都没有动过。宋三将凭空消失的，锁骨术。锁骨术，天桥上能看到的只是皮毛，在吴桥收缩到可以穿上婴儿衣服的程度，而这里一个人的体积怎么可能随随便便？你怎么有那么多话要说呢？在这里打扰我们两个查案。你还觉得有什么事儿没有？记者，就算你是刑警队长，也不想干涉我的工作。局长公子为了平息民愤，同意唐小姐报道此案。哎，你怎么进去了？解还似银吗？是从窗户逃出去的，这人是个高手。大师，下一步该怎么办？
这条街有可能里面就藏着术士。可是这么石怪江湖人，这里是术士开的店，不算命，烧香用不了多长时间。行，过的什么江？哪儿那么多废话。现在这个背叛师门的人来我这儿作甚呢？还有望月红犀角，我要是不告诉你呢？好啊，你要不说我只能想着。我悬空特别安，说也可以。金鸡的，你不是不懂规矩，这休息要50块大洋，不多吧？我一个月只有一块大洋。哼，够不够？够不够？够够够够。我两样东西，是不是送三江？我不知道他是送几江。白虎帮，这是本地的两大帮派，要想找他们。抓紧去，正好啊，他们好像中了受伤，让他们认出来，估计我真得受伤。你确定还认不得衣服呀？白虎帮的兄弟们，我们俩会一会。知道我为什么穿了？您还不待会儿一个鞋点都不见，那就赢了。叫我是吧？非得给我抢是吧？好说。老小子，我跟你玩玩。那玩玩。不好意思啊，兄弟。啊。什么意思？咱们这走的是金门规矩，鞋头永远都是五道。就是两边比输就输了。那死气成啥样？红色。跟我舞刀，就打到你人！他们来呀！喂，我说你们怎么着？
林爷爷，林爷，呸！拿个娃娃跟我玩也不合规矩。想必各位老大也都比较清楚。清楚，这龙人跟宋三江有关。哦，呵呵，天理难容。你放屁！我这假人，我这假人是怀才不露的，会戏法，让我的人去帮他买东西，然后就做。